我们还自带升降舞台呢，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看我们的现场节目。哎、欸，我说哇，叫你水，这位是，我是贵妃，我叫吴贵妃，无贵妃，无贵妃，是公子，您的大名呢？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那我们就都不要讲好了。我一辈子都还在问自己问题，我是谁？好。今天呢，我们特别做这样的打扮，为什么呢？好，这个要好好的说清楚、讲明白。在彰化，台湾的彰化有一个这个万姓的家族啊，据说他们年初二回娘家都要扮装。哎、欸，今年是职业趴，什么趴？职业趴？什么叫职业趴？职业趴就是打扮成职业的装扮。哦，那是哪个职业、你想要用哪个职业呢？嗯，那个阿嬷92岁是空姐。哦，空姐92岁。阿嬷这么酷啊！是的，哦、然后小孙子6个月是飞行员，嗯，比我们厉害吧？欸、真的，我觉得其实装扮蛮有趣的，扮装是啊、哦，我觉得扮装今天这样子很让我们快乐，不止我们要快乐，我们要大家都快乐。啊，大家快乐怎么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怎么样快乐呢？送大奖，没错，今天只要答对我们的谜题，就有大奖要送给大家。哎、欸，这个奖品非常棒哎、欸！对，这个奖品是台湾的文创的商品，百年历史是特别精选的。你看，我们都没有讲那个参加办法，电话已经进来了。哎、欸，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参加我们今天的谜题的猜奖。好的，来电话，请看我们的荧幕，请看这边，请大家赶快抢答，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要送大奖了。是的，是的。欸、在这里要先谢谢提供我们的这个猜谜的谜题的袁碧文袁经理，谢谢袁姐，辛苦了。是的，我还准备了很多音乐哈、啊。是吗？我是还是要坚持放完。哎、欸，我们要开始送奖了。是的，现在有人打电话进来，是江苏的许愿。好的，江苏的许愿。嗨，两位，你们好。你们好。哎，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嗯，春节快乐。欸、我们的谜题你都知道答案了吗？知道了。啊，都知道了。我们先来猜的第一题是双火双水。答案是淡水。答对了，恭喜你。你看这多简单、欸、我们今天通通有奖。哎、欸、台南的朋友，台湾的朋友有来。哎、欸、这是台南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哎、欸、黄先生，如果你答对的话，你要留下你的基本资料哦，比如说你的个人资料，这样方便我们安全的把奖品寄给您，这样 OK 吗？好 ，OK，OK、okay. okay、的哈，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让你猜大奖了。哦，来，有点哎、欸，好，来，是，我们先猜这个大奖。我们一开始就要送大奖。是的，你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呢？这是什么东东？这个图案，等一下，我现在是听广播的，看不到。啊，你是听广播的、啊，胜利波维呐？好吧，那我们只好让你猜题目，身怀六甲，答案是猜一个地名。大肚。答对了，大肚。好，那个台南的黄先生，没关系，我特别为你准备，由中央广播电台准备的这个很特别的礼物给你，好不好？但是我们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在网络上收听节目的话呢，有机会拿到大奖。来，再秀一下哈，这个哦，这个哦，这个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大奖哦，另外还有一个，对不对？是的，好的。好，现在有没有要打电话进来呢？我们再次把电话号码秀给大家，大家看清楚了哈。大家记得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在脸书跟 YouTube 上面留言。是的，好，欸、我们今天准备的题目非常的多。哎、156-9340。你说这位是辽宁的贾先生。辽宁的贾先生，贾先生你好，新年好，新年好，你好，你好，过年好。是，你是要猜我们的谜题，对不对？对对对，谜题。好啊，农夫插秧，农夫插秧，农夫插秧，猜题。猜台湾的一个地名。田中。哎、欸，田中啊，好厉害！你们为什么都猜得到呢？做了很多功课喽。有一定了解吧？很了解。来过台湾吗？来。
我们要送给辽宁的贾先生我们的文创产品。好的，哎，这是大奖，马上有百年历史，百年历史的印花布的笔记。好，来，贵妃帮你服务。哎，对对对对，好的。新年好，新年好。是，你看得到这个图案吗？您看得到图案吗？好，应该看不到，因为他打电话。我要打电话。好，所以刚刚的辽宁贾先生，你可以得到我们的第一大奖。对，第一大奖，这是一个提袋。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们要示范一下，来。好，来。Model 表演一下，不走不行就对了。是，好，送给大家，可以了哈。好 ，OK， 继续接听下一通电话。下一通电话，来自河南的湖南，啊，河南，河南，河南。对对，啊，瑞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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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注意点，你们好，元旦节快乐，新年好，好开心可以看到你呢。哎，让你猜这一题真的是有点不礼貌哎，因为我知道瑞芳，瑞芳是虔诚的佛教徒，是哦，是。哇，我们要让你猜的是和尚罢工，台湾的地名一个地方。关庙，哎，啊，答对啦，啊，太厉害了！我们要送给瑞芳这个，哇，非常棒的产品呢，是珍珠奶茶杯带。你怎么把答案都讲出来了？因为台湾没有人打电话进来，也没有在脸书上留言呢，啊。好吧，瑞芳，恭喜你拿到我们这一次的大奖喽！对啊，啊，太棒了，啊，恭喜你！谢谢，下回来台湾记得找我们哦。好久没听到你们一起主持的节目了。是的，哇，好想念瑞芳哦。是的，是的，我们下回台湾见，好吗？嗯，好的，恭喜瑞芳，你可以得到这个礼袋。瑞芳，保持联络，记得收听节目哦。啊，好的，好的，谢谢你，祝你元宵快乐。啊，元宵节快乐，大家。好，好，冠佑，谢谢瑞芳。哎，不对。这个不知名的欧巴，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好，哎，这位欧巴，你看看，才没几分钟，你看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经送出两个大奖了。嗯，是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礼物非常的多。等一下哈，那个贵妃有点热，我扇个凉啊。那个我也觉得好热，刚从那个华清池那个爬上来泡汤泡的全身，我这样很像杀人魔啊。好了，我们今天准备的题目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不管是台湾的文创的产品，或者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特别准备的礼物，我们都要送给你。今天大家通通有奖。哎，那个小编好像给我们这牛年的灯笼，是不是啊？有吗？有，淑慧好像有嘛哈。淑慧，我们今天要特别谢谢淑慧。那个会帮组长，听说有那个灯笼，不是吗？啊，有哈，有电话进来了，是吧？哎，电话进来了，他没时间理我们。好，好，我帮你准备，帮你争取。那我来看一下脸书有没有人留言。好的。哎，脸书有没有直播啊？为什么连画面都没有？可不可以请淑慧帮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啦，有嘛？你看有人留言，反应是很热烈的。怎么办？老花眼。谁叫你戴眼罩呢？老花眼镜戴上不是挺好的吗？笑到流汗了，真的，真的哈，哦！来来来来，贵妃帮你打电话都没人接，哎，什么怎么了？啊，哦，有啦，有人接啦，我们工作人员在接，没有，只看到主持人在那儿而已。是，好，来，有声音了，停一下，停一下，来，重庆，重庆，重庆的陈瑜打电话进来了，来，下一个题目，陈瑜你好，小编，陈瑜你好，陈瑜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能听到，哦，听到哈，有了，好的，接上了，有看到我们的谜题的吗？猜谜的题目，我看见了那个看见，好，哪位历史人物最欠扁？哪位人物最欠扁啊？你要猜这题，你知道是哪一位呢？哪位历史人物最欠扁？人物最欠扁的，是这个有猜十个，好，没关系。陈瑜，你猜不到，我还是会送你礼物，好不好？我还是我换一题好了。来，你要换给淑慧换一题好了。来，小编下一个谜题。拿来嘛，拿来嘛。来。哦，历史上哪个人物跑得最快？历史上哪个人物跑得最快呢？是谁呢？陈瑜，想一下。说什么到他就到。三国时代的一个英雄。哦。有人说他是萧，我一开始是猜张飞，但是 不是张飞，我猜错了。淑玉说我不猜的不对，我很不会猜这种。猜得到了吗？想得到了吗？想到。三国的人物说什么什么就到？哎，对，有刘备，不是刘备，不是张飞，不是关羽，
另外那一个张陈宇，我们提示已经很多了耶。陈宇你还在吗？陈宇好像断线了耶。好，来陈宇，脸书有人答题，等一下让给。好，庆话说脸书这边有人答题。好的，是哪一题？哦，苏武上一个题目是不是？好，这是我们刚刚的题目。好的，那是来自哪里的听众呢？来自哪里的听众呢？脸书这位，脸书上的是哪一位？好好的，给你时间准备。来，我们先接听在台湾苗栗的黎先生。黎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在网络上吗？有没有 monitor 可以看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哦、有看到我的哦耶。那我是谁呢？没有答出来，没有礼物哦。贵妃，贵妃，包贵妃。好，哎，是，你好，你好，你好。那好，我们给苗栗的黎先生猜哪一题？国王搭飞机，猜位明星。国王穿新衣，那搭飞机，搭飞机，他飞了。国王搭飞机，国飞，答对了，答对了，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我们要送你的是我们电台准备的，这是什么东西？提袋吗？提袋，我觉得很漂亮哎。对，非常漂亮，我也很喜欢。我们来个特写好吗？是的，恭喜你，这是来自台湾苗栗的黎先生。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电台的这个精美的提袋。好好好，来再来再来，安徽的听众朋友。巢湖吗？哎，巢湖主小姐哦，是主小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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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听众好像比较陌生一点点，是、哦、是，有没有听音乐 MIT 呢？没有哈、哦，以后要听哦，就是这个时间，每个晚上8:15，不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刘冠佑主持的，是是是，那没听今天不给奖吗？要啦要，通通给，通通给，对对对，来。来自安徽的主小姐，我们要让你猜老虎的名字叫什么？老虎的名字叫什么？老虎的名字叫丹丹，因为虎视眈眈。哎、啊，丹丹，哎，他你怎么知道？好聪明啊！好棒，答对了，你知道谢谢。台湾有个丹丹汉堡很好吃哦，在高雄才有哦。你有机会？有点业配行销的嫌疑，好吗？哎，真的，业主我们做业配耶。OK， 好，好，脸书刚刚又要来了。庆化刚刚说脸书答题，哪一位历史人物最欠扁是艾瑞斯答的？哦，艾瑞斯答的，他是哪里的朋友？哪里的朋友？他是哪里朋友？没有说哪里的朋友，他没有说哪里。继续问，继续问。好，请他留下相关的联络的办法。好的，楚小姐，谢谢你，恭喜你，谢谢楚小姐。好了，谢谢，祝你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不管在台湾的听众、啊、或者是在中国的听众，他们都很厉害。真的耶，我本来以为哦，有我们的袁碧文经理提供的这个猜谜啊，台湾的地名，我想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哎，全部答对耶！真的耶！嗯，相信很多人都来过，我都不会猜，我只会猜那种冷笑话那种。是哈、哦，冷笑话。那我让你猜一个，好，你说，大家随便猜。好，这个奖品我就送了。好，来来，你说什么？什么事？为什么坏事只能中午做？坏事只能中午做，坏事只能中午做，因为早晚会有报应啊。好啦，就是这种冷笑话，好无聊。来，我们再来，有谁要答题？好的，继续是浙江的陆先生，陆先。知道我在听收音机，我听到、看不到画面，没关系。那我们让你猜一题，叫做小白很像他哥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什么？我小白很像他哥哥。小白很像他哥哥。脑筋急转弯。小白很像他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冷笑话类型的嘛，对不对？小白什么？小白很像他哥哥，为什么呢？小白很像他哥哥，我还是没听明白。我跟你讲哈，它是一个成语，还是你给他四个字的成语？四个字的成语。对，一清二白吗？你如果被误会了，结果后来查清楚了，你就会说什么呢？小白的哥哥叫大白，对不对？小黑会像大白，大白的前面两个字啊，哇，终于什么大白了，真像大白，哎呀，答对了。
恭喜我们够放水了吧，好不好？恭喜陆先生，谢谢陆先生，记得留下您的联络办法，我们会送给您特别的礼物。哎，在这里稍微广告一下啊，是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也特别准备了这个灯笼，这是今年生肖牛的这个灯笼，有30个要送给我们参加的每一位朋友，好，要记得喽。哎，这个安徽的，我们刚刚要送给陆先生这个，又打进来了。哎，他刚刚有得奖啊，现在又打进来，我们要不要来跟他讨论一下呢？哦，我们刚刚聊个天好了。好，哎，我们刚刚要送的就是这个文创产品，这个笔记本很可爱哦。是的，我们不会秀出，我们不会秀出这个品牌，台湾水果，哦，好可爱哦。喂，啊，您是安徽的楚先生吗？是的耶。你刚刚有打电话进来吗？没有哈。哦，好，那，okay，我们误会，那是楚小姐啦。啊，哦，是哦。那您是楚小姐的爸爸呢，还是弟弟哥哥呢？你们全家全部守在电话旁边呢。来猜题了，有十只羊，是九只蹲在羊圈里。嗯，哎，题目是什么呢？要猜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有学问的题目啊。这个要阴阳顿挫。人家多厉害，一羊顿挫，好厉害啊，一只羊给蹲错了，好棒啊！给你真的，给你一个赞，真的，楚先生厉害厉害。哎，过年那个安徽巢湖的楚先生全家大概都在搞这个游戏，哦，哈，厉害厉害！恭喜你得奖。来，楚先生，我让你看一下你会得到什么？蓝白拖，蓝白拖的笔记本，有看到吗？这是拖鞋。可是很漂亮，对不对？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我们接通一下通电话。哎，来自越南的梁仲坚。哦，哇，梁仲坚，梁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朋友大哥你好，你叫我大哥，你不敢当啊！那我是谁呢？元宵节快乐！哎，中间我是谁呢？你没有称呼我。啊，注意点，注意点。好了，我们这担当不起，谢谢了。我们。竟然还被称为这个被梁仲坚称大哥大姐，真的是。这是一种尊称。是是，谢谢谢谢谢谢仲坚，好的，祝你元宵节快乐，新年快乐。那我们现在让你猜的题目是：透明的剑是什么剑？透明的剑啊，是什么剑？看不见。哎，看不见，对，看不见，对。答对了，你哪找来这些题目，啊，真的看不见，恭喜你，是的，恭喜梁来梁仲坚，我给你看你会得到什么什么奖品。好，来，来，我要跟大家讲哈，今天的节目活动的这个奖品的赠送全部掌握在这位不知道名字的人的身上，所以多巴结他，多听他的节目。好的，这千鸟格的图文很漂亮，那上面有黑面皮鹿，看得到吗？黑皮好好喝，看不到，看不到，哦，好的，它隐藏在这个千鸟格纹里面，没有，很漂亮，哦，我们寄给他，他就会慢慢看了。好，好，接续的下中天大哥，祝你元宵节快乐，啊，新年快乐，谢谢你。安徽的莫小雨，小雨，喂，你好，哎呀，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是是，有准备了，对不对？嗯，对，对，我们的谜题都相当的清楚了解。好的，看得到我们要问你的这个题目吗？嗯，有两个人掉到陷阱，死的人叫死人，活人叫什么？活人叫什么？有两个人掉到陷阱里面，是的，有一个 死的叫死人，一个活的，活人叫什么？叫活人啊，不是吗？不是，那叫什么？救命！哎，对。人家就是厉害，你看看，你看看，这学问做的可真深呐，啊！恭喜小雨，哇，小雨，恭喜恭喜！来，我秀给你看一下，来，这位不知名的朋友，这个笔记本也很漂亮哦，是的，上面这个是面线，哎，晒面线，晒面线，恭喜你得到这个奖品，恭喜安徽的小雨，小雨要记得随时收听央广的每一档节目哦。我刚刚在看脸书的留言，是是，欢迎我的节目是什么名字呢？这也算一题吗？哎，对，这算一题哦。奖品是不是我要自己出啊？是的，没错。欢迎我的节目叫什么呢？小雨还在啊？哦，好。音乐什么呢？你知道我的节目叫什么？没关系，我直接告诉你。音乐 MIT，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就是晚上8:15这个时间是我主持的。
那礼拜四、礼拜五是志毅主持的，都要听哦，不是只要听我的啊。对，我也要听、哦。朱宇要听，朱宇来广告一下。工商和补习班，工商服务时间，来来来来来，谢谢你的节目播出。小雨，谢谢你。告诉大家你的节目播出时间啊。节目播出时间，首播时间，网络上是下午的五点的时间。台湾活力购，我在礼拜五有练练台湾，礼拜六、礼拜天的台湾活力购。那请大家锁定我们央广的各档节目，哈、哦，不要说我们两个啦、嗯，其他的节目都要支持，是支持央广的所有的节目。是的，我刚刚在看脸书这个观众朋友的留言了、啊。嗯啊，怎么说呢？脸书上的朋友怎么回答？我看我还是不要讲比较好、哦。真的吗？因为大奖已经送出去了。因为有点大 lag 有 lag、啊、了解了解大雷格好的远南的朱小姐朱小姐你好新年好朱小姐朱小姐越南的朋友、是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有听到、有听到哈好来你来猜一下来一颗星值多少钱一颗星值多少钱呢 是一星一亿吗没错，一亿就是一亿。你看，一心一意，好厉害，好厉害！一心一意。朱小姐，我请问你，平常是不是看到我们这个谜题就有开始做功课、收集资料了？有吗？有吗？喂喂，听得到吗？听到。哎、哦，听得到我们的音乐啦。是。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你说怎样？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音乐呢是由我们的才子这位不知名的朋友他所创作的，好，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多么有才华。他是台湾的金曲奖的评审之一，可以吗？谢谢，工商服务的可以了。好久以前的事，我要送给越南朱小姐这个笔记本。好的，谢谢你打电话进来。这个不是业配，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接通。广西南宁的甘先生，这应该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甘先生你好，甘先生你好，是，好的，有做功课对不对？你还在吗？我刚听到你好，你好，有，元宵节快乐吗？元宵节快乐，元宵新年快乐，有看到我们的题目吗？我是，他是听广播的，好，来继续来报题目。小孩子跌倒，猜一个成语。小孩子跌倒吗？小孩子跌倒会先找谁哭诉呢？是不是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答对了！你们实在太厉害了，害哦、真的、真的很厉害。你要送给我们这位来自广西南宁的甘先生什么样的礼物呢？哇，再来一个水果好不好？水果 OK、这个没送过，这个好的，这个是戏台的，哇，这个好漂亮、是戏台图文。的笔记本，好的。那么关，谢谢、這個，谢谢你哦，甘先生，记得留下你的联络的地址跟电话，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特别选出来的文创商品可以送给你，谢谢你喽。也祝你平安顺心。请问是在哪里留呢？我现在留了电话对吧？对，我们会有联络或地址都可以，或者是有没有我们的听众的编码也可以留下来，好不好？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络嘛？是，等一下，是。好，柬埔寨，柬埔寨的赖先生，你好，赖先生你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万哥和玉姐好，你好，声音有点小声，您可以再大声一点点吗？柬埔寨的赖先生，我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好的，赖先生，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吗？其实也在这里是从这边是，然后其实之前我也是央广的听友，我之前的话是在中国大陆的江西省，从江苏到柬埔寨去工作，柬埔寨人，我好想念柬埔寨啊！您是在金边吗？还是在哪里？金边，金边好好玩，我很喜欢金边。你好像要去投资不是吗？你就想会找柬埔寨的赖先生。希望将来有机会我们又可以开始旅行，希望这疫情赶快结束。是的，好。看我今天带的这么满就是这样子。柬埔寨的赖先生，防疫 DJ， 森林之王，让你猜题目。森林之王，森林之王，猜什么？森林之王，森林之王，是吗？森林之王，答案是什么？
泰山，是不是？答对了，没错。台湾的地名叫泰山。是的，猜地名哦。好，谢谢。那我送给你这个，这个笔记本。笔记本，这是我们电台特别挑选的哦，这个台湾百年文创的布花印制的产品，这个笔记本图案。我个人有点私心，送给你一个牛年的生肖的灯笼，好不好？还有灯笼，灯笼也送给你，谢谢你，谢谢你，留下你的联络办法。恭喜柬埔寨赖先生，好的，元宵节快乐。再来是山西太原的郭燕欣，燕欣，哎，主持人好，你好。先预祝你元宵快乐，新年快乐。是平常收听节目吗？经常收听。太好了，你都听谁的节目？我从你的回答决定要不要让你回答我们的问题。谢谢燕欣，他说听我的节目。我听你的。好，来，我们的题目叫，然后贵妃珠玉的节目也要听哈。来，请燕欣猜一下，开张大吉是猜的什么？台湾的一个地名，猜地名。就在北部，在新北市。开什么大吉？开张大吉。开张大吉。新店。新店啦，对啦。厉害厉害。太厉害了，给你按赞。恭喜燕欣。好。来，我们送给你这个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珍珠奶茶笔记本。谢谢。珍珠奶茶笔记本。好，这也是台湾的印象。费很大劲才打进来，真的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谢谢你，终于打进来了，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没错，嗯，真的谢谢大家。好，这是来自山西太原的郭燕欣，谢谢燕欣，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喽，防疫工作要做好，要像我们的这位，祝福大家，对，包得满满的，包得很紧这样子，是的，好的，我们下回见喽。哎，好，那庆化刚刚那个脸书那位朋友有说他是谁吗？越南的朋友哈，那他有留资料吗？那你再继续问他。艾瑞斯嘛，对不对？好的，请你继续好追问他。真的，说到这里哈，我觉得把时间稍微缓一缓，让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进来。好，因为有一个很高主家。哦，对对对，林住家特别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特别唱歌，邀请他来现场来唱他一首歌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歌。你知道他创作这首歌叫做“哎哎最华最义工啊，最义工就华裔耶，做义工，嗯，做义工，华裔是咱的工会，做义工的时候很快乐。嗯，对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不仅要做善事，是啊，去做义工，是，不仅自己快乐，别人也会快乐，是，把快乐带给大家。是，我们现在呢就把现场转给林小编住家，淑慧 OK 了吗？是，小编 OK 了吗？好，好，这首歌曲其实我听过，非常好听。好，开始了，请大家来把现场转到那边四控。是读无偌济，阿公嘛无啥会晓话。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规工带伊恁老细，会不知穿破偌济，阿公嘛会当穿银袜。我是一顶快乐的自贡队，画山画水画天。脚踏实地无怨气，愿意付出有偌多，只要有恁的鼓励，阮会感谢放心底。你我有缘来相会，来这做阮的人客。观音山上属于是咱的花，上珍惜一个宝贝，有一个快乐少年家，唱歌唱几暝。伊讲欢喜是阮的工课，幸福着爱家己找。脚踏实地无怨气，愿意付出有偌多。只要有恁的鼓励，阮会感谢放心底。你我
来这做阮的人客。观音山上水是咱的，我上珍惜这个宝贝。要缘投不免水，啊看久嘛感觉真古锥。阮着用心啊哩随意，听有听无随在你。有听无随在你，听有听无随在你。阿嘉在这边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谢谢林祝家，谢谢。其实，在林祝家的演唱的过程当中，电话一直进来。是我太热了，我只好把眼罩拿下来。你决定拿下来了，是是，所以待会儿到节目最后结束，你会把口罩拿下来。我本来想换另外一个造型的，有电话进来了，来不及。好，来，哪一个先啊？重庆的，重庆的陈瑜，重庆陈瑜，你好，是陈瑜，你在吗？你好，你好，陈瑜，不好意思哈。啊，没有没有，我们才不好意思呢，是让你等这么久。是的，猜一下。米老鼠和唐老 唐老鸭猜一个字，哦，那就是唐嘛。哎，对，恭喜你答对了，陈瑜，恭喜恭喜。我们送你珍珠奶茶笔记本。是的，恭喜重庆的陈瑜。好，继续。谢谢冯乐祥。冯乐祥这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来自浙江的乐祥。乐祥，乐祥，好久不见。你好，冠佑哥，还祝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想死你了，爱我吗？乐祥没有回答爱我，给人家出难题，我不让你参加我们的比赛。这题最难猜，我觉得这一题是今天最难猜的一题。真的吗？哦，好，是哪一题啊？就是你要再说一次吗？爱你吗？你没有讲爱我，我不让你参加啊。人家有老婆了，人家有老婆了。那个爱是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的爱，大爱。好，来，乐祥，你猜狼来了，猜一种水果，猜一水果啊？是是，狼来了。是那个杨桃，答对了，恭喜恭喜你，乐祥。其实我知道你一直到现在还是坚持锁定央广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哎，谢谢你，也谢谢杜英杰呢。您之前也有上那个央广金融节目介绍那个民俗活动，哎呀，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乐祥，想听什么就告诉我们，对不对？对，祝阖家平安，是的。这个希望大家在今年一切都顺心，然后都健康平安。你要送给乐祥是？谢谢谢谢，好，是再见。珍珠奶茶吗？哎，我等一下再来查，已经有点乱掉。好的，谢谢。好，那个乐祥，我们再联络喽。好，接续这是广西南宁韦先生，韦先韦小宝吗？是，大家好，小宝。对不起，韦先生开你玩笑。你好，你好，新年好，元宵节快乐。嗯，元宵节快乐。是是是，好的。那你准备好要猜题了吗？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来。芭乐和凤梨比赛，芭乐赢了。猜一种食物。嗯。很多中国朋友到台湾来旅游观光，都会带回去的伴手礼。是不是凤梨酥啊？哎呦，凤梨酥啊，凤梨酥。输得很惨，哎，我觉得你吃过吗？我觉得大陆听众朋友都好厉害哦，他们有在关心我们，比我还会猜，真的。韦先生，恭喜你，那我们会送你文创产品，好不好？是的，谢谢你，恭喜你，恭喜你。好，那祝你元宵快乐。嗯，祝大家元宵快乐。好的，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的，会。那现在呢，还有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呢？来，我们的电话脸书看一下，再给他秀一下好吗？来，我们的电话。脸书上面都说因为电话满线中，然后就有人留话说电话打不进来，打不开。电话又来了。哎，有人猜之前的曹操苏武呀？没有关系，这个贵妃特别送给你特别礼物好吗？绝对不让你错过。好好，来，我们继续。广州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我是是是，吴先生，新年好，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是是，已经准备要来答题了吗？
对呀、啊，然后现在有什么题啊？还是我念给你听呢？你说一下还有哪些题？好，人家每题都会了。好，来，城市和乡下哪个地方的河比较湍急，比较拥挤？城市跟乡下哪个地方的河比较湍，比较拥挤？嘿，比较拥挤。我看一下答案哈，来。哪个河比较拥？这是猜什么？能给个小提示吗？哎，它是一个成语。给你一个大提示，来。哎，什么不要太急？不要太急啊。对。哦。我们在比方说，那应该是五个字吧？哦，好几个字哦。小编在算了，总共有五个字。五个字的。对对对。第一个字是相，相信的相。何太急。对。相什么何太急呢？相见何太急。哎，相见何太急。对了，恭喜你，恭喜你。真的是放水放到完全没有办法形容了，好不好？恭喜广州的吴先生，大家通通有奖。好，预祝你元宵快乐，新年快乐。好的，来。好的。再来是广西南宁的邱先生。邱先生，来，小编，我们还有题目吗？哎，我本来其实准备才二十来个题目。哎，你好，你好，邱先生。好的。来，这个题目，你准备答题了吗？哎，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哈。这个题目太简单了。男生，哎，不是，题目叫做到底男生先生出来还是女生先生出来？熟会出包了，对，谜题，小编出状况，来，先有男生还是先有女生？答案是，题目是先有男生还是先有女生呢？啊，你又把题，你把谜底秀出来。我们都已经放到这个样子，你也给小编放个水嘛，对不对？来，邱先生，我们直接送给你了，是男生，因为我们都叫他先生，先生，所以其实答案就是出来。邱先生，恭喜你，恭喜你，我们会送给你文创产品。好的，预祝你元宵快乐，新年快乐。我还是要再次提醒，我发觉脸书好多人留言呢，但是我没有时间看了。没有关系，怎么办？那个脸书的朋友们，我们其实后续我会请小编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对对。那我们有特别讲了，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或者透过脸书跟我们联系的，我们都通通有奖，好不好？是，哎，都有准备礼物要送给你。我们准备了非常充足的奖品。没错没错，我们手上还有将近20份的礼物要送给你，所以脸书上的朋友，你不要觉得说错过这个机会，好，我们是很大心的啦，很贴心的。好不好，我们为每一位朋友都准备了很精美的奖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对呀、啊，你看像这个中央广播电台的杯垫，哎、来了来了，电话来了，陕西西安的郭慧明，这也是我们的老忠实的听众朋友了。慧明，慧明，来，交给慧明猜，谢谢了。慧明你好，新年好，你好，两位主播好，是的，谢谢。准备要猜题了吗？来，我们要让你猜一个题目啊。什么事是林先生跟林太太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做的事？这好色哦！我说的是打呼。等一下，这题是猜什么？这个题目呢，其实不是太困难，你知道吗？我问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干嘛？打呼？还有呢？打那个？打什么？打坐？打坐吗？没有啦，你睡觉也。答案是，答案是闭上眼睛。哎，闭上眼睛。啊，这个题目你都可以答得出来，你太厉害了，这个一定要送大奖，送大奖，来给他什么？我们给他 double 好不好？好，来四两黄金吗？啊，不，四两黄金。故宫书签，这是大家都喜欢的故宫的书签。然后我会再另外加赠一个给郭慧明，好不好？我们再加赠一个，你太厉害了。你想要给他什么？这个我想都想不出来的。对，真的，这个太厉害了。慧明，预祝你元宵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哦。谢谢你哦，谢谢你打电话进来。再会，元宵节快乐。好，大家都快乐，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对，口罩要戴，手要洗干净。来喷一下，随时要喷一下。是，来。好了，不要再喷了。为什么？我现出原形。我今天是贵妃，好吗？再喷就要现出原形。对对，会现原形。好，来。好。你看，时间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准备这个
防疫的工作要做好，酒精要喷，手要洗干净，对，那防护的口罩也得戴。其实你看看时间快接近九点了，我觉得我们有点四分钟的时间，这个想回带呼了脸书的朋友，好的，来我们挑几个，对呀、啊，来跟大家回应一下。没关系，我们会事后会请品贝，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来跟脸书的这些朋友联络，也是会送奖品，也是我们的文创奖品。是的，我们都有准备、啊。在脸书收看我们今天直播的朋友，不用担心、啊、你答题一样会送你奖品。是的，我们电台什么都没有，奖品特别多。你这样讲下去，长官这个头都大了。来来来，电话在这里，来电话在这里啊，欢迎您继续打电话进来。哎，电话好像又来了，是不是啊？还有电话吗？好，有我们的那个。服务的伙伴们继续在接通电话。哎，小编，我们的谜题还有吗？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就送给你了。哎，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好不好？好，那这个我们就收起来了。好，最后一题了。来，还持续的在保持联系的过程当中。哎，不过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在台湾的朋友，请你如果说你有得到我们的猜谜的题目，有得到奖的话，你要提供你个人的资料给我们。那在海外。在外国或者是中国的朋友，相关的联系办法一定要写清楚哈，是、啊，这是因为是央广的一个规定、哎。我们要把握最后时间，最后一题了。安徽巢湖的黄太平，是，对，你只剩下五十秒，赶快，日落，猜中国地名，中国一个地名是，日落是洛阳，听得到吗？洛阳。答对了，洛阳，恭喜你！来，我跟你讲哈，洛阳猜到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台的那个袋子呢，要送给他，好不好？好，我们还有一个送给你，小七的太平，我们送给你这个央广特别准备的这个袋子，那也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呢，心想事成，元宵节快乐！预祝黄太平送你元宵快乐，是的，小孩的那个提灯，牛头的提灯，哦，什么提灯？啊，牛头的提灯，提灯，没问题。好，送你，全部都送。你要什么都送，你把自己也送吧。啊，没有人要我了，可能比较想要。我要，我要那个提灯，提灯和您一起送更好，谢谢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送是吧？是，是你养不起的啦。好吧，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是的。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收看我们的央广的元宵节现场直播，是，我是贵妃，我是某某某，你到现在还要某某某，好，我是音乐 MIT 主持人刘冠佑，是的，谢谢你们的支持跟相挺，我要特别谢谢祝玉，我要谢谢你，爱你、哦，对，我的第一次，我也爱你，你第一次，我的第一次，不是，我在央广第一次主播啊，直播就是献给大家，我也给你了，对，哎呦，好感动哦。爱你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谢谢我们幕后工作人员，我们幕后工作人员非常辛苦，我们这个团队工作，把我们今天的现场做得这么成功，没错，我要谢谢社群互动品贝，还有庆化，谢谢品贝、庆化，谢谢你们，还有进军帮我们接听电话，舞台灯光明义，钟明义，还有。电脑特效淑慧，他最辛苦了，陪着我们加了很多吉他手，吉他手，吉他手你，还有，来，音控人员苏信文，信文，他有说不要说他了，但是一定要。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牛年扭转乾坤，心想事成，拜拜。